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咧，同大家介绍一个疗剂，英文叫做 sarsaparilla， S A R S A P A R I L L A， sarsaparilla。咁英文嘅俗名系叫做 wild licorice。嗱，咁 wild licorice 咧就系即系野甘草啦吓。咁 sarsaparilla 咧，佢嗰个中文嗰个翻译咧叫做芭蕉吓，因为始终咧我中文嘅字咧广东话未必读得准啦。咁如果你字典一查咧，佢就会读芭蕉吓，芭蕉。咁或者我谂叫做野甘草啦，容易记啦吓 ，sarsaparilla。好啦，我哋系咩情况之下会用到嗰个 sarsaparilla 咧？其实主要咧可以咁讲咧，系用喺尿道。同埋肾嘅问题，尤其是喺尿道或者膀胱咧，系出现咗生石吓，肾石或者膀胱石、尿道生石呢类嘅问题。咁当然啦，如果有尿道石啦，咁小便咧肯定咧就会好痛啦。咁好啦，咁有一个好特别嘅症状咧 ，sarsaparilla 嘅人咧，佢有阵时候咧，佢要小便咧，佢一定要。要企喺度先屙得嘅，啊，譬如有时你知道啦，咁男性当时啦，当然啦，好大机会啦，小便都会企喺度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候咧，你会坐喺个厕所嗰度去小便噶嘛？嗱 ，sarsaparilla 野甘草呢个疗剂咧，通常咧佢一个好得意嘅症状咧，就话咧佢坐喺度屙唔到嘅，小便唔到嘅，佢一定要企直先得嘅。好啦，咁呢个疗剂咧可以咁讲咧，当你遇到任何急性或者慢性嘅尿道嘅问题啊、膀胱嘅问题啊，或者咧系肾石呢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就可以考虑呢个疗剂嘅。咁当然啦，我哋处理肾石啊、膀胱炎啊，其实那个疗剂都相当多噶吓。咁以前都同大家介绍个 barberis 啦 ，barberis 系 for 一个那个肾石咧系喺个管道塞咗嘅。咁呢个嘅 sarsaparilla 嘅重心咧，就系佢有膀胱炎啦，尿道炎啦。咁佢有个好得意嘅症状咧，就系咧佢嗰种痛嘅情况咧，系喺屙完埋尾嗰阵时候咧先至发作嘅。
咁有时候咧，我哋去问诊咧，我就会问清楚啦。啊，到底你嗰、那个痛系几时痛啊？系咪屙紧嗰阵时候痛啦、啊？啊，或者咧就系、是、屙、完咗先痛啊？咁嗱、啊，我哋同大家都顺便都介绍一下啦。咁、啊、其实好多尿西都有呢、这个尿道嘅症状啦，譬如 Staphylococcus 咧，佢一种兴痛、烧痛嘅，但嗰种痛咧系唔系屙紧嗰阵时候，即系未屙之前咧，佢就好急、好急、好痛嘅。咁同埋咧屙紧嗰阵时都会痛嘅。嗱 ，Cantharus 咧西班牙乌蝇啦，这个、呢个咧就系咧嗰种烧痛咧系屙之前、屙紧同埋屙后都痛嘅。但系 Sarsaparilla 咧，我哋嘅野金草咧，佢呢种兴嘅痛咧系埋尾先痛嘅。咁即系呢个一个好紧要嘅分辨嗰个尿剂嗰个关键嘅症状。第一佢要小便咧就要企喺度先屙得顺啲啦。有时候咧唔系企身咧就屙唔到尿噶啦。咁第二个嘅主要嘅症状咧，佢咧就系点啊？佢系要埋尾先痛嘅，即系痛系痛到嬲尾啦，屙到结尾嗰时候先痛嘅。好啦，咁当然啦，如果系有任何嘅肾石啊、肾炎啦，咁佢个屙出嚟嘅尿咧，肯定会好肿啦，好多啲好多片块啦，好多啲散咧，甚至乎好多石嘅。咁有时候咧，你会睇到咧，就有嗰啲沙石，甚至乎红色嘅嗰啲沉淀物。会出现嘅，咁最后咧就好可能咧就有出现嗰啲灰灰嘅石粒啦、沙粒啦、沙粒啦，同埋咧就有血嘅咁样。咁所以咧有时候你睇到咧，就算 B B 仔啦、婴儿都好啦，佢哋会佢系有呢种咁样嘅尿道炎啦，有肾石、肾沙咧。咁有时咧你直情可以睇到佢咧个细蚊仔 B B 仔喊都好犀利嘅，小便嗰时喊都好犀利嘅，同埋你睇到咧个尿片咧可能都睇得到呢种咁嘅症状嘅，睇到呢啲咁样嘅沙粒喺度嘅。嗱，咁呢个亦都系个细蚊仔可以用得到嘅嗰个尿剂啦。咁细蚊仔嘅膀胱炎咧系一个呢、这个一个主要可以用得着嗰个尿剂嘅。咁曾经所讲啦，通常咧系痛咧系埋尾先痛吓。埋尾先痛，咁通常咧，亦都有時咧，你會睇到咧，係尿嗰度咧係有出血、有流血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咧，你睇到咧，除咗佢尿好濁啦，咁亦都好多黏膜啊，好多散啦。咁但係最終咧，佢出血嗰陣時候咧，通常咧係近嬲尾嗰陣時候咧，你就見到咧就有出血噶啦。好啦，咁呢個就係個 Sarsaparilla， 我叫野金草啦，嗰個尿劑喺個尿道腎石個膀胱石嗰度應用得到嘅。好啦 ，Sarsaparilla 咧，仲有一個地方咧，就係可以係用喺我哋嗰個乳頭嘅問題嘅。咁佢個關鍵嘅症狀咧，你見到咧乳頭咧係低陷或者凹咗落去嘅，或者拉低咗，叫 retracted nipples 嘅。咁當然咧，亦都有時候咧會有嗰個乳頭有爆裂啦，係萎縮啦。呢种咁样嘅情况，或者系一个喂紧奶嘅妈妈里边咧，发现咧个乳头咧好平嘅，缩咗落去嘅。咁所以咧，呢、这个咧系我哋咩咧？喺我哋处理我哋叫做嗰个 mastitis 啦，乳腺炎啦，同埋咧可能有啲乳房嗰、那个出现嗰啲嗰个疮疥啊，或者脓疮啦 ，abscess 咁样啦。咁可能咧佢用咗好多抗生素嘅，但系始终咧都未得嘅。咁而你見到佢一個好得意嘅症狀咧，就係嗰個乳頭咧係萎縮咗啦，同埋低陷咗啦，或者同埋有即係有裂痕啦。咁你試過另外一隻尿西叫 Phytolacca 啦 ，Phytolacca 都經常用喺呢、这個乳房嘅嗰個乳腺炎啦 ，mastitis 啦，同埋嗰個 abscess 呢方面嘅。咁但係咧，如果用過之後都未得咧，記住咧考慮咧 Sarsaparilla 啦。嗱，咁當然啦，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喺乳房嘅即係低陷啊，或者萎縮咧，會出現係咩？會出現一啲乳癌嗰方面嘅。咁其實我哋喺同類療法咧，醫乳癌嘅療劑都相當多嘅，譬如 Asterius 啦、Sarsaparilla 啦、Phytolacca 咧，都有呢啲咁樣嘅即係乳頭裂啦，同埋咧嗰個乳頭咧係低陷咗呢種咁樣嘅情況啦。咁通常咧，你遇到呢个情况咧，都记住咧，就算佢乳癌都好咧，见到呢个症状咧，我曾经所讲几个疗剂咧，可以考虑得到嘅，咁好啦，咁Sarsaparilla咧，
我头先所讲啦，系嗰个肾石嗰方面啦。咁如果有啲人咧系有，即系自己知道自己有肾石嘅，咁时不时咧就肾石咧会令到佢好痛啦。咁我哋可以咧考虑咧用呢个嘅 sarsaparilla 咧，当然预防啦，同埋当做咧系即系长期应用咧，系可以将个肾石咧就可以溶解咗出嚟嘅。好啦，另外一个可以应用嘅地方就系皮肤嘅问题啦。sarsaparilla 咧喺传统咧都系当一种叫做我哋叫做血液净化剂blood purifier 嘅。咁任何嘅皮肤嘅爆裂啦，可能喺嗰个头皮啦，可能喺嘅下阴部分咧，都有一种气味性嘅吓。咁呢种咧，通常咧系湿湿或者干咧，身体任何嘅地方啦，可能龟头嗰度啦，嗰个 pubis 咧，龟头嗰个包皮嗰度啦。咁通常咧，呢啲皮肤咧都会有痕痕啦，痕得好辛苦嘅。咁亦都可能你见到咧，皮肤上咧好多啲细细粒粒啲油吓 ，wart 好多嘅。咁皮肤咧就会萎缩啦。好似老化嗰种嘅情况啦，咁同埋咧系即系有种湿嘅衬下叫 moist eruption 喺嗰、那个身体嗰个髀罅啦、下体或者大髀罅呢方面咧系出现得到嘅。咁呢种咁样嘅皮肤咧，通常咧就系好痕啦，同埋咧系怕热啦，同埋一种荨麻疹呢种咁样嘅呢类嘅皮肤啦。咁亦都係有陣時係當係一種好嚴重嘅頭皮啦，或者頭皮剝落啦。咁亦都喺喉嚨痛咧，會傾向於右邊嘅喉嚨痛嘅。好啦，咁喺個體型嗰方面、體質方面咧，好多時候咧用係啲細路仔啊。如果細路仔咧有呢啲皮膚嘅問題咧，或者係有呢、這個嗰、那個尿道有嗰個腎石啊、那個尿道生石啊呢種問題咧，咁通常咧啲小朋友咧個樣咧睇起嚟咧好似老人咁樣嘅咁同埋咧嗰個肚咧係脹脹嘅，又唔中意食嘢嘅食咗嘢之後會差啲嘅。咁諗親啲食嘢呢，佢覺得個人呢好似作悶作嘔嘅。咁、那個身體呢都係啦，即係呢就係好厭食啦，食咗嘢之後會唔舒服啦。咁如果你見到個小朋友呢有呢種咁樣嘅樣，睇起嚟呢就好似老人家㗎喎。咁個蛋個肚呢就係脹晒嘅。咁但呢就好真食嘢嘅。咁而有出現呢啲咁嘅尿道嘅問題啦。咁呢個就係我哋用得著嘅 sarsaparilla 呢隻靈丹妙藥啦。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